厉害了，不想错过小明星大哥们每天精彩的内容吗？不管你是用手机还是电脑，赶快滑到影片的下方，看到右下角有一个红色订阅的字样，把它按下去，那就对了。那订阅之后呢，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。小铃铛，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。赶快去。交换大会，知名潮牌大礼包，对嘛？所有的潮流货都买那个礼包里面，磁带的，磁带啦。你会买到什么？你知道？我这次直接给你一个 surprise。哎呦，金炫，哇，那个是我最喜欢的礼包，贵吗？有钱啦，是不是？我想说，哇靠！他真的给我出 surprise。奇面膜，哎呦，可爱耶，太可爱了，而且都是 U 版的，这一片早代购还要200块，很贵耶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上 IG 绝对是万众瞩目的焦点，真的对呀，很好看吗？风景好美，对，刚好。这个是什么？你们今天这种状况、这种节目、这种内容很简单，观众朋友就是俗称的抓焦点。对，没错。网络上买一些怪怪的东西，有没有 ？logo、logo 都拿来了。你快到了。哎，你们这五个实在太烂货了。太无害。自己被骗了就算了，今天还拿你们的烂货出来跟人家交换。没关系，他们也会被别人的烂货换到。所以你看了，害人者人人害之，不要去害人嘛。今天带来这台机啦。我后来看的这个内容哦，我欲哭无泪。对，而且很荒谬，没有办法跟观众交代。所以大家特别注意。要特别知道了，前世为后世之师嘛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不要一错再错，你前面已经被骗过一次了，今天看谁的眼睛比较犀利，对，啊，不用再被骗一次。在网络上买的网购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看到这个画面，它就不是好东西，我确定，真的吗？对，但是话不能这样讲啊 ，One man's poison， 一个人的毒药 ，maybe another 别的良药 ，medicine， 对。一个人毒药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解药，解药是吧？张老师，来来来，你要选哪一个解药先？您刚刚说那个我完全不能接受，哎呦，为什么你知道吧？我起重机有没有哈？很多人都在妹，我都是一个人，天涯我独行，是是是，好可怜哦，重机下得来吗？小姐，对对，要小心。后来看到我朋友他们起重机在那个充气娃娃啊，怎么可能？现在真的将近20万，还几乎哎。是我自己，哎，是假的，哎，他对，超像真人，对呀，超像真人，因为他现在辣妹，这不重要，重要是骑出去的时候还抱得很紧哦，是是，我就有个梦，知道吧？不对，我也要买一个，你要买一对，我今天看到我的最爱了，好可怕，你今天谁跟我抢？我告诉你们吧，大家翻脸了，好不好？詹老师，詹老师，抢了。要莫名其妙啊！我们是那种佛像才有说一尊的，一具一具是尸体啦，一位，就是那个一位小姐，冰美腿，我爱死这个了，我告诉你，谁跟我抢？可是车上只有美腿，这样好吗？哎，你不要再讲，搞不好他有连附上，你要选明星冰冰美腿，这个一定棒。欢迎冰冰姐。然后他的手感嘛，好吧？对，明星冰冰美腿，结合人体设计，带你进入梦幻世界。我要把它架在脖
子上起重机，踩在脖子上。OK， 脖子上，这个很嗨，这个很嗨。好不舒服哦，这个。好，那就来开箱吧。我们就直接来开箱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哇，割爱割爱一下好不好？你再割爱。这个是海产的，你的哈，海产的，海产是个很精致的人，你不要担心。他是精致的人，我是精致人，我是精致人。谢谢。是金字塔底端的人，金字底的人，割爱又圆梦，这是你买的，我买的，这是你要开箱的。那加碎甲啦，好小的，这个确定可以放肩膀上吗？没有啊，会变康永哥。詹老师，你舒服了，下半辈子舒服了，我无憾，进入梦幻的世界，我不在天涯，就这么突然来了，这个厉害，哦呦，冰冰美腿，冰冰美腿，这个下巴上面多爽啊，冰冰美腿，超恶的，你那个是西洋的，我这个是亚洲的，亚洲版，而且他还标榜孤单寂寞不怕冷，符合人体工学，就是你的了，我等到你了，什么啦？哎，什么？这是传放的。哎，这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被冲了。你这个，这是小瓜的裤袜。裤袜的裤袜子啊！这个要充气啊！这个要充气，你要下单这种东西，你会很冲脑，因为你不会想说这到底好不好，你就看到直购价，马上购买。哎，你买的是不是？多少钱？我跟你讲，这组1500。谁买的？太贵了！现场给他充气一下了。好了。很瘦，是个瘦妹子，有没有？亚瘦，很瘦，你的菜好瘦啊！护颈，好恶心。Hello， 这个感觉是泰国电影那种，有没有鬼附身啊？对啊，你的肩膀重不重？你这个我怎么出去带出去啊？没有，你开跑车你就跑车的，我跑车，跑车。那个詹老师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功能性各方面，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。问题是这一个是孩子买回来用过。有海产的味道，我刚觉得古怪味道，海鲜味，而且到连碰我都不敢碰啊！哎呦，这太神了！你怎么会买这个啦？明星冰冰美腿，海产你不要这样子嘛！你谁会这么腿？但这腿一块比詹老师还高喽！对呀，你看他腿有多长？哎，真的。比你腿还长，还长了哇！他健身加重，还要加腿，还要加腿，加减用，加减芭蕾舞的。所以这一个也还不，还不错啊。我觉得不算是图文不符哎。对，对，他就是，他就是冰冰腿这样子。我以为还有连上身。哦，没有，而且这1500啊，1500啊，对。我觉得他很厉害，因为他广告图啊，他把衣服浅褐啊，对，他穿，所以你就会想说，哦，感觉都是完整，然后直接到腰。所以你也不会发现底下少了什么，上面少了。哎，宅男的世界太难想象了，难想象。对了，算了，就叫恶心恶心的开头。这个就你的啦。开跑车夹在车窗外这样子。不要再想了啦，这个嘎一个充气，你拿去化掉了。包装袋通给你，通通给你。神主，神主。啊，画海产啦，海产你要来，你要来。我选一个。对对对对，你要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你来看一下。Okay, 现在是防人之心不可无、哦，这一道选走了。哦，其实像我，因为我是音乐人啊，我蛮需要的是一个耳，我是音乐人 ，musician，、哦、然后我蛮需要一个耳机的，因为我是自己是一代，我看那个样子好像是二代的，而且只要599，超便宜的，对啊，而且是公司货，公司货就不会累了，会吸引眼球。这个是谁？谁带来？什么？选对了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海产，你真的选对了。会不会这一集你们只是来宾？都是他们的产品。这一集我们来互诊的就对了。不，这海产。这是詹老师买的，詹老师你这么潮。看到这些图片啊，真觉得哇，哎，怎么可以卖这么便宜？对呀。我讲真心话，很可能是仿冒。但是很可能是仿冒，因为你要这种 iPad 一组啊，可能5000-6000。对呀，要就买到。是不是？不要讲。不要贸然否定他。对，贸然。我有一次跟他同台的时候，他说这个耳机能够配合 iPhone 可以窃听。哦，对啊 ，AirPod 其实是可以窃听。那我这个最怕你叫我坏话的，我非要买不可。你要窃听别人。跟别人吃饭的时候，怎么怎么窃听？你只要把四个吃饭，把 iPhone 放这里，对，把这耳机戴在身上，开启窃听功能。你可以偷听旁边的人在讲什么。对，他教我的，我就是这样啊。真的假的？一组要6000多块。对，而且真的，而且很远都听得到。他其实是辅助那个听不到一些有些人比较听不到的朋友。有，然后还可以辅助做使用，但是他就被别人当用，像之前就有上班族把他藏在茶水间，然后偷，然后他全程在自己的位置上都听得到八卦，哇，真重，所以曾老师等于要偷听，然后还贪小便宜，对不对？来打开，听到你惊喜，而且我看的时候有没有？他说第二代。
更新版的哦，这盒子看起来很怎么样？我这么时尚的人，如果跟这个没有接上的话，年轻人笑死。听得更清楚，而且我随时在坐高铁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有一个不祥的预兆。不会，哪有这么大的盒子啊？我说 AirPod 不应该包装这么大一点。会不会是有副作用？是真的耶，真的。对啊，开玩笑，真的很好，哇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我真的是有福气，让他开。这是他的礼物。礼物来，好来，好来。好来，哇！哦哇！塞牙里，塞牙，塞嘴巴都塞不下，好像连蓬头吧？这只能配合冰冰腿，哎，可以配合冰冰腿使用。哎，大家好用。这个是蓝牙，这个要塞哪里？哎，而且他这里还真做一个 AirPod 的充电盒。这个是什么？哎呦，充电盒吗？是不是？那为什么有？是不是？假的吗？哦，这是真的啦。对，而且这个很厉害哦，哦，根本塞不进去。那这是怎样的？而且塞进去甩甩就飞出来。那这是什么？就是有杂音的耳机，你试看看。什么有杂音的？什么啦？什么意思？他是卖这个送那个。哦，真的只有杂音呢？对，杂音很重吗？你们误会了。嗯，吹风机。不是，你如果做这样很潮哎。如果是很潮，我会买。蓝牙喇叭。哦。哦，它是真的 speaker， 它可以听就对了。可以听的。哦。蓝牙喇叭，你花599买这个烂东西。重点是气死人哦。怎样？这耳机不能用之外，充电不行之外，哈。朋友看了之后还说他才买299而已，别人还买比较，你等于花599买贵了，对，买贵了，烂东西还买贵。但是我讲真心话，这个我们就不敢要求它音质能有多好。对对对，因为大家知道有那个 coffee cup 的 JT 5的那个，你那个可以吸墙壁的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哈，我跟你讲哈，我在这里发出战帖武林帖哦，好吧，有可以比我音效更好的。我就刀叉切一切，把我给吃掉。哇塞！那你手机有带吗？可以连连看。我们来播看看嘛，播看看。帮我们试。它是蓝牙哎，蓝牙贴，很时髦哎。它是蓝牙哎，但是造型可以。哦，造型可以，造型可以。然后就可以播，真的假的啦？连，好，可以。听点嗨歌了哈。好想知道詹老师的嗨歌。对啊，嗨歌单是什么？你有播音软？快版的《般若波罗蜜多》。老师听这首歌，这首歌可以，可以，这老师听这首歌，可以，还可以，我觉得还可以，599 OK 耶，对，因为人家的造价 OK， 他这个就是说你摆在桌上这样加减也没差，对啊，你这个我可以，你练舞就带着，对啊，而且吸引眼球。哎，太便宜了，而且还有一个耳机，这耳机就是它是可以用啦，可以用，但是不好用，有杂音。不是，它可以假装麦克风啊，我唱跳的时候可以这样。对，然后你就可以对嘴。对啊。反正你本来就对嘴啊。因为太唱不好听嘛，就对。哎，其实不错哎。我讲真心话哈，如果这个人家599，那可以。啊，你那个1500，我觉得我还比较厚道。这个好多了。这个。这比较厚道，这个比较厚道，我比较好，你比较好，恭喜你，好不好？这个带回去，也还算赚到，还算我觉得还不错，正品的私货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各取所需啦。我刚好音乐人嘛，对，我是天涯五湖嘛，对不对？变态老男嘛，对不对？变态老人，刚好你们两个人刚好交叉选中，真的好巧哦。好了，詹老师，你看。抽开礼包应有尽有，伊森开出大惊喜，知名潮牌大礼包，对啊，所有的潮流货都埋在那个礼包里面，直白的，直白的，你会买到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我这次直接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哎呦，金炫，哇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战马，有钱吗？他有钱啦，是不是？我想说，哇靠，来，他真的给我出 surprise。交叉选中，真的好巧哦！好了，詹老师，你再选一个。你的这里 game， 我选那个啊 ，GoPro。我想要。GoPro， 而且还4K 的蓝牙跟无线都。我对拍摄软体的运用嘛，很厉害。OK， 詹老师你有好眼光。没有，今天带 GoPro 这个来哦，我觉得是有诚意的。伊森本来就很会砸钱买这些。Hello， 4K 哦。4K 的，而且是高画质，而且防水，
而且它现在出了还可以那个取代那个。那你知道4K 是什么意思吗？哇，就是画质特别的好。OK， 对。然后我在那个两个腿，然后可以录起来，你跟他的生活不落。你们两个人的，你跟他的生活点滴，对对，恋爱过程。对呀。OK， 来，这个我告诉你，哎，医生，你总算做对一件事，真的4K 高画质，配这个腿刚好，而且潜水对不对？它上面还写免运，下单就送。我骑重机的时候，你可以架在你的安全帽上。哇，我迫不及待，哇。哇，真的是！你光看这个包装，精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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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有诚意啦。而且摸起来的质感有没有？质感就知道这个是，谢谢你，我赚到了。比那个，哎，问题，哇塞，它上面写的就是 GoPro 呢 ，GoPro 的假 GoPro 哎，啊，是假的。因为你仔细看喽，我买来以后就发现，它长得跟 GoPro 完全的不一样。嗯，就是它。对，它的从这个侧面，就是它的按键跟那个 GoPro 不一样。然后重点是我开机以后啊，它说标榜有 4K 的那个镜头嘛，是。开机以后大概是200万画素吧，整个是糊成一片的。对，2280，这才得了。整个是糊成一片的。啊？什么？所以它根本不是 GoPro， 它根本不是 GoPro， 它是假货。但是它上面有套件什么的，套件都有啊。你看，对，你看。哇，它的套件其实很不错，它这个防水壳是高级的防水壳，但是它的这个主机的本体就是一个烂假主机。哦，对，这买多少钱啊？开吗？这个大概要3000块。3000块，其实蛮丢脸的，对，还不如买两双腿。谁要啦？不是，因为他平常真的是有在拍影片做这些，你买到这个算是有点。因为他那个时候是说公司流出货，对，我看公司流出货，我就想说受不了，对，受不了，然后想说一定捡到便宜，才200万画素，对，那不行啦，那只能，他这个就基本上有点像玩具了，基本上就是做的一模一样啊。可是3000块很贵，买到假的，你可以把它当做模型啊。好吧，那真是一个失望的交换礼物，对啊。但是你当时买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些画面，它这广告画面真的是这样，很真，真的是这样啊！那这个是仿冒的，这不行啊！对，他抓到会被告，他还附影片对不对？拍摄的影片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他自己用一个这个夹链袋，粘合夹链袋就这样送出来，这个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但他其实成本也很高哎，他要做这么多这旁边边边角角这些，这充电线可以用啦。然后我不得不说，它的防水壳做得很好。哦，是吗？对，它的防水壳。它可以装得下真正的 GoPro 吗？这就不知道了，有可能只能装它的这个假货，因为它买不起真的 GoPro， 没办法。好啦，那这个如果可以用，那也就算了啦。对啦，你就当监视器。监视器。对呀，就架在门口。可以当监视器。看狗狗，下下下狗狗也可以啊，狗狗下猫人用的蛇啊什么的，看你养小蛇。可以了，这个当时买3000块，3000块，真正 GoPro 要1万多，1万2、1万5左右。哎，贪小便宜，一万多两万块，真的不行啊。最好它防水还可以40米，要不可能给逮起。OK。哦，对，这个不防水哦，大概是。那个横的距离40米，下雨天的时候收起来。他说防水性能40米，结果现在是带出去下雨天就不能用。好啦，好啦，换到烂了没关系啦，你跟你的冰冰可以一起玩嘛。OK， 谢谢盛老师哦，谢谢。好，轮到总算把这个处理掉了。你来选一个，你来选一个，一整条，有哪一个你喜欢的？觊觎很久了。什么什么？知名潮牌大礼包。对嘛？关键因为我本身是个潮男，你有合作。不会，我跟你讲。对啊，这个潮牌就是我的了，我就是你，哇，实在惨了惨了，因为其实我懂潮流，我也是一个潮流人，我也买蛮多那个衣服。我以为最懂的是 Patrick， 是我，其实我也蛮多这种东西，像这个知名潮牌大礼包，是他把所有的潮流货都买那个礼包里面，它是盲包，惊喜包，你出你会买到什么？哎，请不要用盲包这个字，这个盲礼包没有啦，它等于是一个福袋的福袋啦，你会买到什么？你不知道，可是就是一袋就是2000块，这只要它都是有。品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，它都是有品牌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第一个买到的是什么？来来来，给他看。我跟你第一个，它是两个，第一个是这个。好，我跟你讲，第一代这个先。你抽到这个，第一个开心，开心。T 恤，哇，哎，现在很流行，这是新小瓜周边商品哎，厉害了，宝马，宝马，我买到上等，宝马，上等宝马。他要印错就算了哦，他的这只豹有眼睛跟嘴巴，醒的，他是醒的，而且他奶奶是他的后道，他还有下巴，他是后道星球的啦，后
到星球了。这个很让人生气，而且我是2000块买到，这根本就应该给辛晓光，哎，自己打歌服哎，偷嘛，我跟你讲哈，他又还不打好，偷嘛。上面的图案就不要计较了，但是至少是一件衣服啦。对啊，你可以睡觉穿嘛。如果一个艺人明星穿这件出去，你又被人家笑死了，真的是。我就这样，我太生气了，2000块我买到这个 PO 嘛，我决定提告，我私讯他，我给他一颗要告，要告，一定要告，一颗星，生气了，生气，我说要告，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还这样跟他讲，我说我决定要提告，他说他可能吓到，他知道我是谁之后要，我要提告，他说不然你再买一包，我这次直接给你一个 surprise。哎呦，既然你就答应了，还惨不好惹，所以接着又第二包又来，我再买一包，这一件就2000呐，已经2000啊，大礼包啊，哇，那这个是骗局，这是不是要告？我要告他，这要告，要决定有一个。那就给他开，给他开。第二包来了，买还想就原谅了，人家送红色的，该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吧？再买一包啊！我就真的在买一包。他有钱吗？他有钱啦，是不是？我想说，哇靠！哇，这是优品。我想说，哎，我靠，2000块买到这个，对，太便宜了。Ring 呢 ？Ring 呢？哎，他真的给我出个 surprise！Surprise！ 被错了啦 ！Surprise！Surprise！ 他没有骗我哎，厂商跟我说，我要提高还不行，他说你再买一包，我绝对给你一个 surprise。他没有骗你，他真的给我一个 surprise 哎，好烂 ！Surprise 哎，我跟你讲哦，2000块我又买一个 surprise， 所以等于这2件衣服买了4000块，对不对？我买到一个 Puma 跟一个 surprise， 还不如去买那个 GoPro。哎，伊森，你穿一下黑的那件啦。哎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潮是潮在态度，你态度对了，整个就对了。对的，欲哭无泪，这是反讽名牌啦。OK， 哇靠，真的太难驾驭了，这很厉害耶。翻完，翻完，翻完，哦，翻完。One, two, three, go， 上等破马。哎，出来看看。哎，还可以哦。对，这件，这件，这件可以。破马，你看起来超丢脸。破马，破马，上等。Surprise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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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，我这样会被那些潮流界的人也不会哦。你本来就不在潮流界。哎，没有，但是我觉得是什么？你要反了。我觉得是什么？他穿着等于是在噎那一些潮流界。态度，态度，变得态度。来来来。然后如果说怎么样？走到前面 ，Surprise！ OK， 成功。哎，好看呢。其实是好看的啦，好看呢，好看好看，这才是你的气质。不不不，我跟你换一下，不行不行啊，跟你换一下，这个穿出去是还 OK 的，有 feel 的，可尺度很高，好看啊，好看啊，对，你要看得到后面。而且你后来你没办法告他，因为他没有骗你哦，他那个文字说我再给你再买一包，我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他真的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他妈他真的给我 surprise， 恭喜恭喜恭喜，好了4000啊，划算划算。你就再拿去网络上骗别人，对对对，再把它换出这一件还比你原本穿的好看。但是以谐星角度，你穿出来反而是对的，有趣吗？对，我们就谐星，你穿这个去那个嘛，那个鬼屋那个有没有？傻帅，傻帅，万一有一个鬼假鬼过来，那傻帅。OK， 我们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好了，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。来，海产，来来来。海产还有，还有轮到你了，可以抽一个，拿一个。抽是不是？IG 高人气米奇面膜，西小瓜使用爆出大崩溃。超可爱米奇面膜，哎呦，超棒，可爱，太棒了，而且都是新版的。这一片早代购还要200块，很贵耶。我跟你讲，上 IG 绝对是万众瞩目的焦点。我真的需要看好看吗？不是老婆 IG 刚好。米奇，这是米奇吗？乔欣，难怪你要拿来换。海产，来来来，海产还有，还有轮到你了，可以抽一个，拿一个，一抽是不是？质感还不错，对啊。爆款那个绘图版压感升级，因为其实我是艺术家，我自己专辑的封面我自己画，哦，真的，自己专辑封面自己画。我是说真的，你有出专辑啊？有没有？这个哦，哦，这酷哦，这个有哎，这可以绘图版。这个谁？这个是我买的，哎，小瓜，你会买这种东西？上的 Poma 买这个，因为那时候想说要学画画，我本身比较不会画画，所以就买了这个，然后想说可以擦
在电脑上，因为我们自己比较省钱嘛，因为想说自己的专辑都要自己画一些图，你也自己画，对对对，比较省钱，很有心，因为没有唱片公司要帮我们发，对，你现在还不是出了第二个，对啊，然后就想说。自己画这样，然后可以弄在电脑上，真的是，然后它真的是一个对电脑的图画板，很方便，绘画板，然后你要这样子按掉，它就可以，可以，好高级哦，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写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可以画你的一些专辑的字样啊什么的，放桌上，我们画画看，这看起来还不错，可是。真的有呢，这可以输出到电脑就对了。对，你这个让我想到我的童年呢，有没有？小时候用那个磁铁的，对，然后这样刷就。但因为他送来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后来我想说他找输出的地方比较找不到这个。啊？没有输出？没有输出就是画好玩的，按照画的话就觉得哦，好像可以放在专辑上面。错怎么办？对，然后就是取消。真的假的？是有这个功能的，真的假的？怎么跟图案差那么多？没有啊。然后我想说，叫送一年保修啊。而且这个烂东西哪一个坏？这个根本摔不坏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这样，这个可以就是放在网络上插 USB， 可是真的找不到。然后真的没有，真的也没有记忆卡。它会不会是藏起来还是什么？没有。然后我想说，它会不会是 WiFi？ 我还连哦，在家里，在家里蓝牙，真的没有办法，以为可以蓝牙连线。就跟那个你那个烂耳机是一样的，那根本连不住啊。单纯的功能只能在上面画画。对，比如说我就写一些字，写了。哦，就是跟我们平常做节目小板板的意思一样啊。就是比如说写好。但我们可以大量进这个做节目小板板。好，洗小瓜。啊。那我觉得写的很好看。觉得写的很好看，就再用手机翻拍翻拍，翻到电脑上面。好无聊。写好了。那你拿一张。纸就可以啦，但这显示看不太出来，看不太出来哎。而且重点，你知道他说这边还要送我们24色彩铅，然后也不能画在上面。彩色铅笔吗？送我那干嘛？24色彩铅。不，他就真的有送这个彩色铅笔。对，但是那个又不能画。那是另外你去画图用的。纸是不是？那我可以拿彩色铅笔就好了。真的很烂啊！哎，这唯一的功能就是打麻将的时候可以记啦啊，小瓜哦 ，Sandy 哦，然后海产，记那个钱，扣一两分的，我再加一分了，这样子。然后要算钱的，算钱的时候可以算了，这600啊，1000，但蛮好写的啦，其实蛮好写，又很环保，按一下就没了。记完了，好，下一个。我写写看，这个其实是好写，这个如果给那个小小朋友倒还不错啦哈。可是太暗了。对，太暗了。如果是我会拿去那个记麻将的台数，会有一点点啊，太暗了。太暗了，那还不错哎，我喜欢哎，立刻可以重来。这个给我吗？不能输出哦。我再去找一个烂钢笔跟你换。这其实蛮 OK 的啦，只是就是不能输出，勉勉强强啊。他就是练画画用。我拿综艺天王的那个内裤跟你换。那我再给你一件 surprise， 再拿去卖。哎，这个练写字还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就是它是环保啦，因为那时候想说想要绘画，学一些绘画。你这有学的，你应该学了一个教训吧？对，学到一个浪费钱。对，请你下次学聪明点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也想要哎。真的，我先懂，大家都想要，我先懂哎哎哎。好礼物，好礼物，我觉得挺好用啊。这个我要拿去记台数的啦。对啊，桌游可以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很适合。好礼物哎，很适合我跟我那个二女儿啊。你跟 Vivian 哦，你要干嘛？两个人吵架不讲话的时候，你写满脏话吗？写脏话，吃饭你知道吗？拿过来，然后再按掉，挪过去。不要，好有趣，这个好哎，这个亲子的互动版，不要不要，疏解家庭紧张氛围这样子，这氛围会更紧张，直接传简讯就好了。哎，可以的啦，我觉得可以，插在没有办法输出，没关系，这可以 ，OK 了，哎，记台数。大量进入，带回去啊，蛮环保的啦。好，小瓜选一个，换小瓜了，不错了。那我自己本身应该喜欢的话是那个面膜，我觉得蛮面膜很棒，很适合你用哦。面膜在中间，迪士尼限定。我本身没有去过迪士尼，所以我都会买一些周边商品，对，比较超可爱米奇面膜，哎呦，好棒，这个这是姚子，我来来来来。这真的绝对就是好货，而且是正品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是正品，真的正品。好开心哦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哎，巨可爱，太可爱，而且都是 Q 版的，这都是
真的，这是正。以前很红那个什么熊猫啊，或干嘛？对对对对对，哦，类似这种。所以面皮的是很高级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这里面都是用高级的，是真的好的面膜，你可以用用看，可以真的可以用。我跟你讲，不是那种什么，可放一些奇奇怪怪的水哦。你看一下这个米奇，好丑的。米奇的脸不是，他今天做成一个面膜的样子，他这边肉也太多了吧？我跟你讲。这就是这个面膜的卖点，我当初就觉得说真的，真的真的，只有米奇丑哎，它必须要这样圆圆的一片嘛，往上贴的时候就变瘦了。它是冲冲系列的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你可以用。这个我跟你讲，真的那时候觉得一定要买，而且买了我跟你讲，上 IG 绝对是万众瞩目的焦点。拜托，我真的要被大家这种宠爱。注目是不是？没有，这是香香的，是不是？你就敷，你就敷，蛮香的，可以敷。但是这个米奇是米奇吗？是米奇啊，本人。这个好看呢，确定好看吗？放进然后破 IG。你的鼻子也刚好。当米奇吗？恐怖哦！米奇吗？是米奇，是米奇吗？乔欣，难怪你要拿来换。哎，这个好看呢。好搭哦，好搭你的发型哦，很合你耶，很适合你的发型，好适合你的发型哦。好像孙悟空，很像米奇，里面有他的表弟，什么有头发的那个啊。我其实很适合。哎，这也不能笑哎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这叫敷面膜，不能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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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来中票，你要敷是不是？你要敷哪一个？好好，史迪奇，史迪奇，哇，你们一起。我们年纪大了哦，皮肤哦，是米奇保养的。这一片早代购还要200块，很贵耶，真的高。200块的面膜非常贵，但是敷了以后觉得自己很丢脸，外加不敢上。年纪大了，皮肤保养很重要。是是是，张老师来，张老师，我这样真的不敢碰。这个是什么？好丑，会年轻吗？超可爱的蓝精灵来了，史迪奇，史迪奇，不好看呢。你的怎么对不到眼睛啊？他脸太大了，脸太大了，味道味道臭臭的，香的香的，这是好像只是一个睡眠不足的蓝脸人哦，怪怪的，我可以大美人，大美人。退货吗？真的退，真的可以用啦。什么退货？就是没办法退货，我们才拿来这里交换。哎，我觉得米奇，你们俩一起，你们俩一起。哦，迪士尼好朋友，猜猜米奇在哪里？还要米奇？你干嘛还戴眼镜啊？哦 ，OK。好好好，真的是好逛，真的是好逛，不得不说蛮舒服的，冰冰凉凉的啦，睡啦 ，OK 啦 ，OK 啦，好好好，老师老师，那你要给我200，用到我家，不好意思，你用到我的哦，好了，好丢脸哦，哎，那要敷一下，敷了15分钟才拿下，说不定脸会整个亮掉，你也适合这张脸，来，乔欣，给你选一样，还有4个，像这些的话，因为我最近我就新养了狗狗，所以我要那个，消耗精力代替散步，对，平常太忙没办法陪。而且我养的是那牧羊犬，所以它真的必须。来来来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米奇。哎呦，哎，总算有这种好东西。这个我知道了，比如我们打网球、打桌球，也有一种发球机，对对对对对，发过来，然后你要练这个，它一直发，一直，要不然没有人陪你练嘛。开球开出来也不会那么标准嘛，是这个方式。弹一个球出去，狗狗就会去追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没错，就是它有三段式。哎，但是我明明习惯你米奇的脸。这个是三段式的，然后它呢，因为是犬，就是那种大型犬也可以用。大型狗都行。我们家有一个小狗狗，想说因为疫情嘛，不能带它去散步，然后我一直丢，觉得很累很烦，然后它们一直黏着你，然后就比较吵。然后这个是它可以自己咬进去，然后它要自己射出来。它要自己放的。咬。对，然后就是互动这样子，所以会很可爱这样子。哦，咬进去喷出来。对，然后那时候自己玩哦。对，然后自己可以玩这样，不用理它。然后那时候买这个是1500。1500也对，1500。合理合理。哎，现在很多连那种自动喂水机，我看到球了，我看到球了。我帮你一起吃，感觉很 Q 哎。哎，哦，还不错哦。哎，这怎么像面纸盒？造型很好哦，它就可以一直这样丢，然后不漂，高级哦，很好哦。
好东西啊，总算好东西。你要就是这个网球，对，然后你要把它放进去，它就会射出去，所以要它会射很远这样。好，那我下次也是好玩，他记得要小心哦。好，那我放了以后，一放它就会射。哎，他会射，射光了，射在哪里啊？没有，射在哪？就这样啊？他就是这样子，不是总有喷出来的感觉吧？三段式呢？三段式不是？三段式的部分就是看你放多高，他就会跑比较远。你知道我被骗了，我气到不行。真的吗？三段式是这样啊？没有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你知道我们家狗狗就这样看一下，然后就玩一下，哎，怎么就？对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很无聊。后来你知道旁边那个是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是被骗的，因为他只是把这个，其实这是狗狗的喂食器。哈？哦，那也不对啊。他没有发电，也没有那个就是充电，然后想说啊，也是又以为是个 WiFi， 真的是神奇。没有，但是他这个，他这个喷出来的效果啊，这边。对啊对啊。对，所以他是骗人的，他这个其实是喂食器，他假装用这个图片来骗大家。这就是假的诈骗啦。但他这个诈骗诈到底，是因为他还真的有送网球。网球一模一样。等一下，喂食器是怎么喂食器啊？就是要把饲料放在这边，然后它狗狗就会吃，然后它就可以在这边掉出来。好，这么神秘？有吗？对，就是，而且这边这里啊，500块而已。这应该只是一个小孩的玩具，然后到故意那个家长乱弄这样，然后骗玩的。把它，因为是 Facebook 现在都会那种二手拍卖买这样，然后但现在真的有看到他这个网站还是在卖，然后大家下面还在留言。重点是因为他如果是喂食器记错就算了，他还送你3个网球，他就故意的，他故意的。然后就狗狗就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好气，真的很气。后来我想说他回去就是。密他，因为1500太贵了，然后就后来他也不理我。他是不是底下会不会有写什么？对呀，会不会有什么？就会不会真的没有机关？哎，真的完全什么都没有，就空的。我知道这是不是小朋友学着便便的马桶？太小了吧？然后便完之后才会掉出来。他就坐这里，还要剪呢。对呀，啊，何必呢？真的就这样啊？真的就这样？什么？哎，超烂的啦！如果有谁知道，请留言让我们知道这到底怎么用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是因为为什么知道喂食器？是因为后来我拍到这个上网。要问别人怎么做，他们才说是这样。可是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为什么是这样。然后技术的话，为什么还要送我网球？对呀、啊，然后旁边这边还有一个孔，对，不知道到底饲料掉下来的地方。然后这就给狗狗玩球哦，所以就是说饲料装在这个里面，狗狗球下去一按，饲料会从旁边这个掉出来。可是假的，吃饲料的时候也顺便会被球打到。哎，好像是哎，就是狗狗减肥器。不，可不可以放过了各位？放过你家的狗。各位，狗要它那咬自己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你看哦，没不研究就不知道。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人家做这个的道理在哪。不。他是这样做成了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狗狗肚子饿的时候，它就夹这个球，对，夹这个球过来这边，压下去，有一压的到的那个，对，一压，然后这里就出来一些些的饲料，对。哦，好了，这样有合理了。哦 ，make sense，make sense，OK 啦，1500。厂商，我帮你这样解释对了吧？我们可以代言吗？可以代言，只是没看懂而已。但我要的是射出去啊，我也要这个，不是射的，不是，它主要就是让狗狗自己开门，自己拿东西出来吃。而且那个 pets 啦，宠物用的没有错。啊，我就被骗了。好了好了，可以没骗了，可以。狗狗饿会自己去吃东西。来来，性感女神把球给捡回来。啊，身材倍儿好，身材倍儿好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可以这样捡吗？捡球球啊！哦，小心来投进来。哎，拿的好东西，拿的好东西，拿的好东西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谢谢。好，我小花轮到你选。连拖鞋也能翻船，张伟忠傻爆眼。原厂公司或时下潮流。哎呦，拖鞋非常的实用，韩国风吗？而且我想说，在网络上面买拖鞋绝对不会错。对，或者这种东西太难出现。是，品味很好。装那么好的盒子，装的还不错哈，高级高级货。哎，哪里？这么轻。而且它也煞有其事的，你还可以定你是9号的、10号的，有差吗？看我小花轮到你选，来，那
哪一个 ？Switch， 耶！选手我想选的哦 ，Switch 吗？这个吗 ？Switch 台湾公司货，因为而且现在超都买不到。哎 ，Switch， 然后哇哇，乔欣呢？最近要玩动物森友会，我都送好货，我真的都送好屌哎，这个我都没有抢到，这真的很超彩彩彩，因为我也买不起，最近也没什么工作。大家来这边，你回去记得好好保养哦，可以敷面膜，敷面膜玩 Switch， 哇，是这样子的，他说他在，这是台湾，不是 Switch 啊，他叫做霸王小子，霸王小子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霸王小子啊！霸王小大台哟，什么意思？严重诈骗，这真的是严重诈骗。但他上面写 Switch 啊！而且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这样写哦，现货公司货，然后你点进去看，他真的就是 Switch 的网页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有啊，因为就是长一模一样，然后大家都在抢啊。对，然后在脸书上面，他写说一个那个什么欧美的一个那个大的购物网站流出来的，限15天下杀一折1999，哎，很便宜耶，很贵，原本要1万，我想天哪，一定要买，一定要买，立刻下标。就要怎么开机啊？寄来就这一个，寄来是这个，这开机有点寄来之则安之吧。但是开机要2天，开一点时间有，还要开了，那个叫什么？大家可以玩动物森友会吗？动物森友会可能没办法，但你可以玩别的。等下他还可以播歌，他现在自己在播歌。超爆土哎，这很像我们国小的时候的那种游戏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能玩吗？可以玩，大家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在给我播歌。那我们跳出来哦。怎么跳？跳出来把它这样子。但是这个也是显灵的一种，他说避雷耳机啊，然后厂商想说我没有在里面放这首啊，避雷啊，避雷。他玩游戏，还是他这个也是一个喇叭，就跟那个新喇叭，也许是你的喇叭，而且还买了1999啊，1999，1999，好贵哦，等一下，而且1999就是2000，2000上哪有下杀一折的？对啊，他宕机了，不好意思，宕机了哈，然后它的功能其实就是一台小手游，就对了。哦，它真的可以玩，它可以玩《音速小子》盗版的。啊？真的假的？那玛丽小丽吗？有，果然是霸王小子啊！那他还有送什么？没有，他就是送这台机器，一个盒子啊。然后还有那个充电的线 USB。关了，结束。哎，他会说 goodbye， 好有礼貌啊。所以你看哈，他上面这个写了一个 Switch， 这样就是不，这是诈骗，这就是诈骗。但是 but。他这个是有走的那个仿冒的那个边擦边球啦，因为 Switch 有没有？其实它是一个 Switch 嘛。哦 ，Switch 是开关。开关嘛，对不对？我只说它是开关，我又没有说我是 Switch。哦，可是它放 logo 就不行，这就犯法。你可以去检举。然后更可恶的是，你现在点去它的那个拍卖的那个页面，已经变成没办法显示了，就变那种外国的那种英文包什么东西，真的是被抓了。哎呀，好啦，小瓜不容易，但也是可以玩啦，可以玩啦，可以玩啦。谢谢。哇，哎，你今天都选中乔欣的了。对呀。好了，乔欣轮到你。乔欣，就是我。对，轮到你，剩下两样。来，你选哪一个？希望就这样结束就好了。好，拖鞋跟那个，我决定要那个车好了。爬墙赛车，会选，会零重力，会爬到墙壁上的。谁？我的，这谁的？我还在敷啊，面膜可以拿下来的。你不一定要买到超跑，但你买这个车不超所及。哎，它可以飞檐走壁，好酷哦！我有一次去那个遥控车的俱乐部，他们不是空间哦，摆着，每个人在玩的时候，那个车子有没有？可以降跑的啊。哦，老师在墙壁上都可以飞檐走壁，真的对，完全可以哦。老师，你下次来带台过来。哦，我说没有问题啊，这小东西嘛，买一下。我就上网买了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比他们还大一点哦。嗯，越大越强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买了之后就当场开始表演了。嗯，来，哦，还有遥控器，而且3000元呢，真的，开玩笑，好贵哦。厉害，这夜市套圈圈会送的，假的，这个厉害。他们每个都会飞檐走壁哦。好，我这个关得起来吗？这个开玩笑，哎，你放的来。来了，你看，哎呦，这个，快了，下爬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来，你看，然后会爬吗？两段我要看他爬，我要看他先让大家吓一跳。好，爬好，你看，来，爬喽，要爬喽，爬了哈，他会爬到墙上。哦，开玩笑，真的假的？哇，爬上去啊！爬，爬。
为什么没有？当时全部都看我表演，我就来回这样录了八次，大家不敢讲话。等一下，你可以借我录录看。就这么就这样？对，就这样子。唯一的他的宣传说飞檐走壁哦，哎。还是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小明的制作单位买了一个正货，真正可以飞檐走壁的，玩给大家看一下。真的吗？有啊。好，对，你到这上面去。哇！放高一点，放高一点，它真的可以吸住哎。可以啊。我也要，我要爬。你可以。为什么？而且还可以转圈呢。哇哇！我们这个也可以啊。等一下哈，来吸住了没有？有啊有。来好了。好烂哦！烂死了！啊，被骗了！哎呦，就这样。他这里有一个抽气啦，抽气的地方，然后就把它吸住，然后它很轻呐，它可以粘的。但它超爆大声，跟吹风机一样。超爆大声的，是吸尘器吗？这个就是吸尘器啊。还不如买一台海豚。哇哇！好有戏剧张力！哇塞，很酷哎！哎，这很不错的，这个哦。好啦，这是小朋友可能会玩。不错了，抓蟑螂。时髦哎，时髦哎，抓蟑螂 OK。墙壁有蜘蛛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人家才正版的嘛，什么东西啊？那害我丢人丢到家了。可是那台至少可以在地板上开啊。对啦，什么飞檐走壁骗人的，还可以开车门。不要说它会飞檐走壁就好。对对对。好吧，那就只好加紧用吧，加紧用吧，阿姨。谢谢喽，我要干嘛？恭喜带回去哈。谢谢。好了，詹老师，最后一个就你的了。原厂公司或时下潮流。哎呦 ，Nike 拖鞋。是最后一个就你的了，原厂公司或时下潮流。哎呦 ，Nike 拖鞋，哇，好寒风哦。对，而且全新白色的袜子，对不对？全新未拆封，对，然后而且非常的实用。韩国欧巴都这样穿。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夏天快到了，想说去海边宽松的裤子，对，然后要买那种拖鞋。而且你们俩的脚尺寸是一样的。然后而且我想说，在网络上面买拖鞋绝对不会错，对，或者这种东西太难出错，是有什么好出错的？来喽，品味很好，而且装那么好的盒子哦，装的还不错哈，高级货。哎哎，这什么？这是哪里？这上面。成功！这叫拖鞋，这比袜子还小。打开。哎，这个鞋盒它真的长得跟土一样，只不过是土的十分之一。你这个哎呦，它是一双 Nike 拖鞋的钥匙圈。哎呦，这简直在闹的嘛！等一下，你买的拖鞋这一双就长在手里，这个还这么大的壳，而且跟图一模一样，而且它还煞有其事的问，可爱啊！你下标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定你是8号的、9号的、10号的，有差吗？这个买回来变一个钥匙圈，你不疯掉了？傻眼了！那只能穿手上差不多了。走在这，我们来逛街吧。走。那你有回你有说我是真正人要穿的拖鞋，你怎么给我钥匙圈？他就说他没有图文不符，所以他没有那个符合，他不能退，对他不能退，他没有符合退款的条件，因为他其实他长得跟照片是一模一样嘛，只不过他可能是拿那种放大的那种相机来拍的。不是你这个人家买了以后就心里期待差太多了，对啊，你这个胡闹嘛，就穿着怎么穿乐高人都没有办法穿。多少钱？这个大概299。然后原本的贵耶，我觉得原本一双这个真正的拖鞋的话，大概是500块。所以我那时候以为捡到便宜了，对啦 ，OK， 对，二串抽，而且他还急速发火，对，而且他那时候讲的跟什么样？他说那个鞋底有止滑，然后防水，这有啊，有真的有，真的有止滑，真的有止滑，真的有防水啊，整个泡到水里都，你可以跟他一起洗澡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大的这个挂在腰间，然后身上穿 surprise， 帅，好看。我觉得你的人生就完美了，好，100分，恭喜！还有做一个鞋盒啦，可爱，可爱，Jordan 呢？
以带回去就纪念了，好不好？加钱，说当时怎么被骗的啊？来，勾追勾追，盒子也带走，鞋盒带走。哦，今天看了这么多就怪东西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买东西的时候货比三家不吃亏，同时真的不能凭着一张照片或什么你就给买喽，搞不好跟你原来要的东西差太多了，就是差这么多。今天你们拿了这几个来，让我们看了一下，大开眼界，四个字，好不好？啼笑皆非，好吧？谢谢你们，谢谢。